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恭喜恁，会当知影来到即个民政府的高级班上课啦，吼。啊，伫初级班也未上的人举手我看麦。哦，OK，OK，好。因为即个照即个法律吼，爱捌即个法律爱捌来讨了，较有法度做即个真正。即、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行，迄、那个公务人员啦吼，较有法度通做这啦吼，因为法律啦，无捌了无头吼，啊，若派你出去吼，连伊两声都叫用鞭撇来转来吼。啊，我今仔最主要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款的问题呢？台湾到底目前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呢？台湾在国际法理上，台湾是什么？哦，咱拢讲啊，台湾有个人讲啊，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有人讲台湾是什么？足多啦。啊，我今日要讲的，无要叫用感情因素来讲，叫世界法律，叫法律来讲哦，国际条约还是其他的啥来讲。袂当迄个用感情因素啦，吼，用感情袂当用感情因素来咧讲这代志。好，我要讲的是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什么了哈？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堪咱古早国民党政府荷兰的迄、那个，咱头脑来说想的台湾吼，才是拢完全无共款，咱。过去受教育愈侪，所管的迄个粪扫愈侪啦，实在是头脑内底叫管的粪扫愈侪啦吼。哎、欸，来，咱逐摆吼，逐摆伫要来，什么叫做 TCG？TCG 是什么？就是吼，迄、英语的干涉啦吼。台湾西部 government 这里就要跟用红的迄个西部。是民事啦，吼，吼，台湾民事政府啊，简称做台湾民政府，吼，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有这个民啊，看无这个文，天差地呢。因为台湾民政府是伫什么下骹？美国军事政府下骹。他叫做台湾民政府，啊，那台湾政府咧，就是家己一个政府啦，吼、哦，无个美国的迄个军事政府啦。啊，目前台湾的状况，就是应该伫美国军事政府的下面的一个组织，叫做台湾民政府。啊，所以吼、哦，这里差足多咧，吼、哦，啊，外口咱台湾民政府已经生。大概生出四个囝啦吼，大概啦，迄种家己生较牛啊，出去啊有台湾政府，啊有台湾什么什么啥，已经外口有四个啦吼，吼、哦、对，足侪生四个啦吼，目前生四个啦，啊，这拢家己用起毛子啊咧下吼，无照法律咧行，照国际战争法的法律，法律就是军事政府
下面才有民政府了。哦，这是国那个战争法来的。我用一个咱那较古早知影，迄阵迄个1945年吼，中国受麦克阿瑟指派，第一号命令指派来台湾，伊所成立的吼，有一个迄个警备总部，迄个警备总部就是军事政府，啊，搁一个。台湾长官公署，照国际法律吼，这个台湾长官公署吼，不是中国人在做的呢。战争法来，这个台湾长官公署是台湾人应该做的，伊中国无照国际法律在行，用单仪来在做这个长官公署，这个长官公署照战争法，这个长官公署应该是台湾人家己做的，啊，这个军事政府。这个警备总部，靠因中国人，伊从头啊就甲咱瞒骗去，无予咱台湾人去做长官公署。这我即摆咧讲是照国际战争法内底所规定的，这个台湾长官公署应该台湾人来做，伊无啊，吼，安尼伊就是嘛是因中国人来咧做这个长官公署，拢因咧下，无予台湾人一点啊，哦，迄个照国际法无。没有照国际化啊、哦！好来，等下我好好讲倒转去。啊，咱即摆警告啊，来，咱昨暗开始，啊是伫咱伫国州诶，迄个开幕典吼、哦，开会诶，开幕程序，拢是开幕程序，爱唱三条国歌，吼、哦，三条歌啦，毋是国歌，三条歌，第一条是。台湾的临时国歌，这个台湾的临时国歌用这条 Exodus Song 就是出来一句哈，啊，这个咱啊，我先嘛小可用些内容和各位知影一下，啊，是安那这条用这条来暂时做咱的国歌哈，暂时做咱的国歌，啊，这条的内容，哦，就是临时国歌，好，咱个。This love is mine。咱咧唱，咱唔知影咧唱啥。我即摆翻译做中文，迄个变作，这是我的土地，吼，上帝给我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射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孩童可以 freely 自由自在地奔跑的地方。这就是这个。咱用这做国歌的迄可取的所在，每一个国歌吼，除了英国跟日本这另外，因为这天龙的关系，迄国歌特别的关系。其他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国歌，拢是咧强调这啦。自由，我等下提各世界各国的国，给你看，这个自由的国家是最要紧的哈，国歌拢在做这啦哈，来。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走遍这个土地，带领我走遍这个可爱黄金般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旁边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个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咱咧唱这个国歌，咱唱这个临时国歌，迄个内容是安尼。我用这要互各位知影讲，唔通干那个历史啦，伊是卖阿他妈咧唱演技，唔知咧唱啥。这个就是咧形容讲，咱若台湾国要建立未顺，咱若就照这个精神咧行啦，吼、哦。台湾国要建立未顺，吼、哦。迄是做咱的临时国歌。我今日咧先伫这个开场白内底用这个国歌，是要互较侪人，哦，恁老好朋友。会用作曲的，哦，我逐摆的高级班咧上课，我拢用这个讲，啊，有人已经将伊的朋友所啊是伊家己所做的迄个歌吼，有上来好我，其中有一个卢先生也有上伊做一条歌，哦，咱今也未确定讲对一条是要做咱的国歌啦，吼，哦，啊，所以我将这个讲咧，恁老好朋友会用作曲的吼，
啊，恁就叫伊讲啊，紧做一条，哦，做一条啊，到时来去啊来，大家做评审，来做咱的国歌了哈。啊，国歌吼，有国歌诶要点，我今日要甲各位讲，啊，看伊用啥。第一点，我拄仔就讲，国歌要点就是爱，第一先爱讲啥，自由嘛，吼，迄个自由做你的国家。啊，来第二条，咱为什么要唱日本国歌？为什么要唱日本国歌？咱目前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对，伊讲了足对。咱是这个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不是讲，若讲日本人就无啥，也阁无啥对嘞，就一半了啦，是天皇的啦，吼，哎，因为这个日本政府是大正了，破一般宪法内底的日本政府，不是古早迄个咩字明治宪法的天皇，咱是伫明治宪法。下卡的一个台湾，日本台湾国民呐、啊，哦，咱是迄、那个，所以天，咱主要是伫天龙啦。啊，这个歌吼、哦，江西做的呢，1914啦，哈、哦，哦，足早哦，迄阵明治天龙迄阵的做的国歌，啊，到当时咱这个国歌去予美国甲禁止，到1945。哦，拄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去予美国甲禁止讲，你袂使阁唱这条咧。啊，所以到1945年吼，咱叫禁去，禁到当时呢，禁到1999年8月13号，1999到今，安尼拄啊，差不多15冬，哦，15冬了，近2014嘛，啊，99。他开始过用，所以日本国歌唱到尽，马卡达还唱15冬尔啦，吼、哦，哎，啊，日本国歌咱有呾唱啊，有呾作声吼。日本国歌只有足短嘛吼，32个字，32字都吼，哦，咱拢想讲，哦，啊，这个国歌足短，因为这个主要是咧讲吾皇万岁啦吼，是不是？日本这个国歌，哦。第一代、千代、八千代、四十成员青台生哈，就是我那咧讲皇帝万岁哈啊，所以对1999年8月13日，他个开始唱10几冬呀，这个日本国歌啊，咱拢想讲，哎，日本国歌是世界上短的一条国歌了，对不？咁是，咁要有更加短的国歌啊？你对这去听嘞啊？哦，对朋友遐听啦，哦，对啦，伊讲了对，足对嘞。哎，这个乌干达哦，这个国家的国歌哦，我有写伫遮。Only 25 seconds， 25秒就唱了啊！哎，乌干达这个国家啊，这个国歌，这个乌干达哦，我来足出名嘞。乌干达这个国家哦，你要甲唱伊的国歌哦，我今日来遮甲用出来。啊！甲抛出来，啊！甲唱来吼，我爱去甲纳钱啦。无爱著作权法，干咱这个国家足奇怪。著作权法，你甲我今日来公开甲用来，你爱去甲纳钱吼？哦，那阵我违反他的，伊个爱甲伊爱甲收费吼。哎、哦，伊这哎呦，我你若等于你若有上网吼，啊，你个怕有干啦啊？迄个 National Song 哈、哦，啊，都有伊个国歌出来甲唱。他说差不多二十四五秒都唱了啦哈，哎，用英语唱的哈，用英语嘿，哦，所以全世界上底就是乌干达这个国家的这个诶国歌了哈，哎，好来，啊，过来，第三条都要唱美国国歌，为什么要唱美国国歌？为什么？啊？美国管了呢，是根据什么来管了呢？根据第一条，国金三号要第几条？23条，嘿。咱国金三号要内底吼，拢总27条啦吼，嘿。恁个写了，恁要记的吼，都3条呢，吼。唔通逐条拢讲话，第一条我要知影，遐侪条咧，稍稍的无半条啦。来，你个写个第二笔。第四批阿坎23，二四二 B 四 B 坎23，
哦，二十三条内底，第二十三条写个足明的，现在呢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台湾呐，二十三条写个像的，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家，第二十三条写的，哦，所以你讲，哎，拄我只一条掉，是啊，咱要叫美国国家，因为这块土地，也个是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也阁是美国咧管的啦，占领的啦，只不过伊是委托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啦。哦，等下我会阁讲迄个详细的内容吼。啊，所以因为这是也阁美国咧占领，所以咱来唱这个国歌。啊，这个美国国歌，哦，来我甲翻译做。啊，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的声浪？随着阔条民心冒着一夜炮火，哎，谁那个一个人炮火？我跟你讲，美国这个国家是因在新大陆的时，一个在对抗英国的时，哦，跟英国军在休战的时，因要独立嘛，吼，跟英国军在休战的时，迄阵就做了一个国家啦，啊，所以也在休战，啊，伊在写讲。你看，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都压在小镇啊，我暗时兵乓乓乓乓乓，天光起来讲，哎、欸，我们的国旗还在那边，我无输去啊，我还搁咧，还搁咧战斗咧，吼，迄个时代，啊，看伊个伊嘛是，所以现在国歌最主要的现在。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每一个国家拢爱讲这个，真重视这个自由啦，这个自由的吼，哦，拄仔只我咧讲，这个自由的国土，你看美国国歌内底嘛是，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家乡，哦，啊，这个有足侪人搁做，我即阵就无要讲啦。台湾翠青，基督教长老教会，迄、那个基督教的亚洲我看麦，伊都搞诶。哦，那你记录下来，这几条唱十几档了哈。台湾翠青啊，拢把它当作爱国歌曲，当作国歌来唱了哈。啊，这条是著名的迄个人做的嘛哈。萧泰然，你们来知影无？萧泰然要听到无？世界著名的台湾人，伫美国著名的台湾的作曲家萧泰然，嗯，爱做的啊。迄、那个这词是那个词是那个郑而义第二个牧师哦做诶这个啊我个嫌讲歹，你这做一条歹，伊讲啊都唱十几档啦咧吼，是安那歹呢？要做国歌吼、哦，这无合哦，是安那无合呢？我讲阿姨嘛气噶，啊气噶伊讲啊都无法度，啊这条歌安那唱呢？太平洋西南海边。你来到台湾吹琴，哦，我讲迄你拜伫对呢？太平洋西南海边，爱用平衡音啦，哈、哦，哈、哦、边啊，你来到台湾吹琴，啊，一个平衡音。要做一个国歌吼，爱个雄壮啊，再爱啥嘞？啊！安尼看嘛，无看电视，咱的国歌，这个国歌强个有力，好唱啥？啊！啊！青，看袂起来了吼，看袂起来吼。哎，啊！伊讲，第二个牧师吼，我迄足故事的讲啊，迄阵都是安尼啦。好，啊有要第二集啦，啊第二集都无人捌啦，干那第一集咧名。哦，啊，我有甲迄个作者，迄、那个萧泰然，萧泰然是我有我的好朋友啦，吼、哦，对，萧泰然，这个是世界上台湾人，你若讲伫音乐界吼，讲到萧泰然是足称的，啊，我有甲讲，伊讲，哎、欸，啊，你看老兄，你看不过做一条嘞，伊讲，伊即阵无法度啦，伊即阵身体足歹啊，伫美国加州
加护病房出出去就出出去就身体就歹啦，已经成了伊个癌症啊，了有痰气啊，所以小可嘿，啊，这是当时来催我，伊是2012年10月当半前嘛吼，当半前登来台湾的时阵，啊有来来迄、那个，伊这伊你看伊这伊这坐伫轮椅的顶面啦吼，啊是我长庚中学伊招我两届啦吼。哎，阿有说等下学校来看，我这边是做长庚中学校友会全球校友会诶总会长啦，所以等下学校来看，我话讲诶，啊你这边一条吼，若要做国歌吼不好，吼、哦，啊我甲讲个钱，阿姨又话笑个吼，阿姨讲阿姨我倒啦，阿姨拜托别人，啊所以我伫家咧甲恁讲讲，诶恁老好朋友是会向作曲个吼，拜托咧，先去做这吼、個，先去做，啊若较侪条啊，大家做伙啦。来评审啊，看对一条要来做咱的哦，人去来签，哎呦，我们不要了，哎喽，啊啦啊，哦，是不是啊？你迄个感觉强过有力迄个吼，来做咱讲个唱了，嘛较有精神对无？吼，哎，我用这甲咱讲介绍这个目的，就是讲拜托恁老好朋友吼，徐月顺，紧叫因时间还吼，无得到半年一年都爱迄个咧吼。来，我来讲，台湾国歌是省诗的，是朱友爱这。哎，我这是啊，迄个联邦还是邦联哦 ？Commonwealth， 英语讲 Commonwealth， 邦联。哎，咱台湾吼、哦，上盖好诶，进展可能目前我们不能说是要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呢。哦，不能，上盖好是变成啥？日本天皇下卡是日本，啊是台湾，两个是邦联，但这个邦联吼，两个呢，两个国家呢，是日本一个。所以我看目前照是法理上来走，我们最终的目标，最好的最终目标是变成邦联，这样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哦，迄个无可能，日本天皇来迄个秋色亚冠讲好，帮你台湾自由。啊，你人就是真正国家呢，看日本天皇要不要了哈，可能当然英镑嘛哈，当然英镑啊，变作邦联也袂歹啦，实在是也袂歹啦。你看大英国学英国伊个邦联，几个国家你敢知啊？大英国学是由国际组54个国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哈。啊，这是那迄个天皇的迄、那个天皇帝的诶，拢是咧上帝保佑女王吾皇万岁啦，是不是吾皇天佑吼，拢是差不多这啦吼。啊，加拿大嘛是伊的，啊是迄个澳大利亚啊、纽西兰哦，这拢是大英国协诶内底，迄种国家嘛，拢是一个吼。啊，纽西兰。纽西兰伊嘛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啦、啊，是不是啦？吼，拢是咧讲拢自由的所在哈。以上是多加遐是三个国歌啦哈，是吧？迄个，啊，咱若每开会了，拢爱念讲念这段嘛哈，这两个主张，两个立场，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目前规定下面的两个，这咱大家爱做伙来读，你用北京话读也好，用台湾话读也好，来。第一个主张是啥？来，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来，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您只按受信人的变作
并做一个同心吼，并做一个取得公务人员资格的人吼。把你那，你去到地，你主持下，你那都要听，你那乖乖那种一致力国民下边上话，国民说，你都要去来念家呢。所以这吼，那有人等读他个信啦吼。把你那，你有时你就徛来唱国歌唱了，台湾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哎，你打过线了哈，所以我今天哎，另外哦，大概受训完以后，你就取得公务人员资格以后，你就有一天会用到这些了哈。好来，我用家哈，那个，咱即卖即个民政府，咱用着做那个事务局，中央事务局，啊，搁一个中央政治局，哦，公务员。人员来派遣，拢对家来派遣了哈。啊，那我了，逐摆听到秘书长来讲哈，哦，年底要借政钱，哦，我逐摆听到拢咸要昏去，是啊，咸要昏去。你敢知爱派偌济人出去工作？上少嘛爱派200,000人呢。咱高进收分偌济？4,000左右，要未搞，要未搞啊？啊！你是4,000贵人，要去那个20,000人，20,000人的，有20,000个缺要派你去，我安排嘞。啊，个不要紧，啊，那派去了，你总共来，剩这了哈。哦，你讲故宫博物院，哦，我真有个人是一、二、三、四，啊，这四个啦。啊，我这四个个派去故宫博物院，迄几千人的所在啦，啊，这四个去。哦，啊你若家一日去，我保证你一礼拜去用鞭辟个转来。你家有才调无啦？来，主管，这个公文拜托你签一下。你就要看公文，啊要签公文，啊若签了签就违法的，搁歪哥着，枪杀你知啦？枪杀啦！咱这歪哥爱枪杀啦！啊你去哦。要做也唔得，唔做也唔得，所以我用这个出来，意思是要甲你讲啥呢？您拜托咧，你今仔来受训，你变做公务人员，你会当招你一半个换贴的啦，上少有两三个啊。你换贴的，看你做个志愿写嘞，我要看我这三个做个派来。哦，啊，我同意了，啊，派你去，啊，你嘛有几下通烧经，啊，无你连个免票来转来啦，我真正无甲你骗的啦。啊！你若换贴面两三下，讲来到参详咧，我坐倒来安呐，哦，安尼安个做会起啦，咱这其实拢差不多做政务官呢，政务官在决策啊，在啥呢？你若无换贴面，好朋友看你做会起，变撇啦，转来啦，我报警啦，然后转来讲啊，委员长，我没有办法去那边，真正的啦，所以我用这出来的目的吼，恁知笑话是笑话。赶紧，搁恁一半下迄个，吼，恁每一恁的毕业啊，就取得这个资格了。搁你的好朋友换贴的，啊是恁亲戚50、朋友60、100拢好，招伊来嘿，把你来做位出去，吼。我用这个出来目的伫遮哈，恁来到时找你们的，吼，会下的吼，啊做位下级员工，我这几个要做位要派来，安尼啦，吼。哦，要派去的所在足多呢，要派你看这吼、個，什么人事考选局，什么国际事务委员会文部省吼、哦，这个教育部啦，文部省的教育部啊，教育部派这几个有教育部看偌多爱几万的迄个，别个这派去是要做政务官呐，吼、哦，啊，所以恁受训了，恁就会当志愿看要你需要倒一档吼。哦，啊，什么陆生、劳动生，哎呦，陈楷模，哇，这阮最有名的老师，这台大外科教授陈楷模，哦，陈楷模，这拢卫生，后生生的是卫生署嘛，哈、哦，这足侪人，无搞，你看，遐侪单位啦，啊，搁一个政治局，哦，啊，政治局下骹啊，足侪人啦，即卖这个。迄、那个事务局啊，含政治局，连伊要取消伊，要编入去这个，这若要执政的时阵，都要编入去这个。
咱有已经要做了，这个国安参谋会哈、哦，啊，民政府组织，咱拄啊才来讲的遐，迄、那个事务局是属这边方面哦，事务局啊，政治局是派来遮。啊，较少年呢，阮拢会派来即个国安参谋部，这就是要接政权的时候，和即个参谋联席会议，遐少年先去，啊后壁即个事务局加较来迄个本部，民政府内阁，吼、哦，来个本部一家，哇，这遐侪单位，大家都有位啊，唔是讲大家都有位啦，惊拢无够人能派啦，吼、哦，这是确实了。即卖会变作以后，即个政治局跟事务局也无去，会变作军政时期台湾民政府的行政主席有一个，啊，即个拢总有七个人啦吼，即拢摆好势啊吼，有七个人，七人主七人小组，吼啊下骹甲分国安参谋会议啊内阁啊参议院众议院啊个司法院吼，一定要三权分立，咱本来那是惊三权分立的吼，啊最好各位做参考，啊来。讲到这，到答案要到正题要讲，啊来，台湾到底是什么国际地位啦？吼，咱无要用迄个选举政治语言咧讲啊，咱实在来讨论看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啥？嘿，会当也很侪点啦。我今日选几点啊来讲的？有六点爱讲啦，吼，六点，这拢在讲台湾的迄个地位，迄拢美国啊，因为美国有。咱的占领权嘛，啊！伊咧讲你台湾是什么地位，照美国啊讲的遐遵守了吼。通敌价的意志就是命令，就是爱照安尼执行了。通敌价，美军讲要安那，咱就是爱台湾民政府要照他的。哦，前面是还没有头前啊，无选举啊，无半项的哦。头前是军事政府会统下去啊，也无选举了。选举是以后接了政权稳定了，开始参议员、众议员，他开始要有选举啊，哈，嘿，那是较以后的代志。当然接的是拢是军事政府的意志哈。来，第一个哈，我咧讲，四十分啊，无啥时间通讲这個，我根据一下较要紧的来讲的，这个。即第一点卖讲了哈，台湾哦，来第二点用第二点来讲，台湾不是国家啊。2004年10月，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中东战争迄个指挥官嘛吼，迄军事的指挥官鲍威尔，伊讲的了哈，伊伫什么时候来讲的？伊伫北京的迄个记者会来对讲的话哈，讲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伊嘛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呢？各位我讲了，中华民国伫美国的字典内底无去啊，吼、哦，无去啊，等下我讲你听。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是有人知影这 SFPT 是啥哟 ？San Francisco。Peace Treaty 是和平 Treaty 第23条讲的啊，23条讲的，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现由台湾治理当局。美国咧叫中华民国，伊无讲中华民国咧，伊即摆叫台湾叫因这中华民国叫做啥？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伊无讲哦，你 ROC， 对，你中华民国安那无哦，伊拢讲你是台湾治理当局，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哦 ，ROC 也伫迄个世界上已经无去了，恁有看到迄个中华民国的门牌有无？敢无人互恁看过？在南京迄个中山陵。孙中山、中山陵迄个还有一块，中华民国的门牌哦，对，1912年啊，到1949，伊个门牌有写个足清楚了哈、哦。来，即、這个
人咧讲美国安怎叫台湾起来？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即卖美国咧讲对中华民国政府是写一个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哈、哦。来，啊，这 Chinese 台北，咱拢有读过啦吼。中间有啥物无去？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这青字中间无去啦。Chinese 台北，中间是 government in exile， in。